去递焦点，小门递焦点。那我们不要摸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，真的狗，我死了。差眼，他妈的，差眼，那个博士，妈的，翻窗也够慢。不玩差眼。太高。不要带飞机就好了。他过来摸我先。最后最后我这刀是提枪脚的，没地方死。那你有遗产吗？比较像那个正门这么烦，不过我觉得你们直接可以行了，算了。我想直接交自己的，那等一下，他要追那个罗宾，给我来交吧，交吧，交，快交，追我了。还没。他呢？哇，真的恶心啊！插眼博士。他找谁去？好，地狱，地狱，地狱，找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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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你方向走，往你方向走。我在摸。啊啊！那是佣兵，那是佣兵啊！只是电击正门踢枪，还有一台在哪？等一下呗，勉强一点点。大过去兄弟，不要管我，我想最后一秒交自己。还活了！好朋友找我，我上拉飞，交这么快吗？我想等他在下面的时候，你再帮我提交一个。不懂要过。那搞你！我直接上不上？搞我，搞我，搞！搞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搞我，搞我，搞我，搞我！你有这么多吗？没有没有。能翻。佣兵来了。快我上挂飞啊！万一佣兵摸不起来，我还得去摸佣兵。这样子就暴露你们了。没有办法了。他不会去给压力的。必死。不要想你没有自摸，快点说话。我没有自摸，我没有自摸。我在拖，我在拖。压好了。得亮，得亮，得亮！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我活了，我能拖，我能拖。你们走，你们走，小门，走小门。还有那个 UB， 看有没有风窗。没有风窗，没有风窗，有底牌，可能有底牌。那我能拖，我拖，我拖，我拖个时间给你们。他没底牌，他没，他有风窗也是输。他没有风窗，我那我活了呀。他这里一定要有风窗。你怎么杀我？哇！哇！我没有跳。哇！传送啊，传送！能走吗？你去开门，你去开门。能爬出去吗？大哥，我能走吗？我能走，我能走。擦眼是吗？
怎么走？到不说了啊，他是真的信心的什么啊，我想要往前锋，我想玩点特别的。哇，里奥的回忆！哇，比赛、啊！我要看比赛。稀奇啊，里奥的回忆。斗五对阵 MRC， 他们是争冠军赛还是争那叫啥？没有啊 ，MRC 他们都是两个都是败者。哦，那败者，败者，败者不是。是他们要点那个决赛名额吗？第一那个冠军，冠军名额。现在都有优势还是 MRC？ 都没有优势，一次两局，两个都是，这好像是丢四了。你要回忆红蝶对阵野人、佣兵、冒险家、病患。红蝶是斗五，冬玄。对呀、啊，冬玄。应该要没了。